那至于为什么甜甜的，是秘密，因为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，所以是不一样的甜秘密这样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要上班的、翘班的什么的，开始的甜，谢谢。我本来告诉父母十七岁的梦，对，那忽然会想到，我是在十七岁的时候开始谈恋爱，然后后来有正好谈恋爱的，我想到、最初谈恋爱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后来，因为谈恋爱的感觉是甜甜的，又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分享，所以后来就从梦十七改成了甜蜜这样子。导演说他们没有给你就是剧本吗？是有剧本，还是说就是台词你可以随意的说？我比如说，第一场戏，第一场戏其实是他们其实很久没碰到面，他就说，哎，想让你长大，对啊，我长青春痘，什么之类的，就。我觉得这就我们从书画化妆的地方要走到拍摄的现场的时候，我听到他们对话，那我就说啊，我们先热身一下，我们就从刚刚的对话里面就把它截录出来，我们就这样拍。我觉得这是信任吧，反正我怎么样乱演他都剪得起来，那就没问题。反正他是 OK 的，因为他那时候拍的时候就跟我们说，我说这样真的剪得起来，他说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很。是我喊他的话 ，OK， 所以一定没有问题。你自己知道重点，然后去诠释。只是因为跟导演的关系比较像朋友，所以这些东西都很自然，或是都了解他要说什么，他的重点。我是比较想知道说那个杨志豪他最后骑摩托车要去哪里？讲到结尾的流，黄志豪在骑去，其实我觉得他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。对，我们用这样解读的话，就是说。用白话文讲会有 Part 2的第二集这样子。那可是如果说，现在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说人生总是会经历过很多的过程，对，他经历过了这一段，家庭的崩解或者什么，于是他当然要去面对，然后可能用不是很勇敢的那种勇敢的方式，因为他不得不去接受。